闸门打开，第一场正式开跑啊。出闸以后呢，稍微慢一点的就是七星跟有一套了。那现在在前面第一批抢出来的果然就是黄金矿啊，大外栏赶上来的是全力以赴，那内侧的位置就是胜令了，守一个好位，在他身后内侧还有健康之星，外侧的位置是清者自清。在半个马身以后呢，有三匹马，包括了有这个十四号的红色咆哮，旁边太阳步骤夹住的就是阿里，阿里的身后内侧的位置呢就是焰火了，外侧的位置呢则有青色彩衣的情义无价，包围的是七星以及有一套。那现在进入直路了，在前面呢黄金矿依然在领的内侧是胜令啊，外侧的位置就是全力以赴了，全力以赴在显文诺的这个侧下走势非常的轻松啊、现在后面现在赶上来的就是清者自清了，清者自清去追全力以赴，全力以赴拼命的下边的后面的马匹，还有加入战团的就是情义无价，情义无价追上来了，情义无价先到终点。好，第二的是清者自清，然后呢就有看来是健康之星非常接近的，然后是红色咆哮，后面还有全力以赴，那胜令呢就三甲不入，健康之星跟住是有一套，还有阿里和太阳步骤七星，哇，一浪盖一浪啊，赛鲁的坐骑最后阶段反而用大后上的跑法碾压对手。九号说他赛程不是最对版，不管赵平休息回来直接赢吧，克服了这个1000公尺的这个赛程啊。之前赢马是在第四级的，哇，真的眼看那前面那两匹应该有机会的，结果到后面后上的马匹一匹接一匹。